赚的 Euroglam 04 69元，毛型蓬松不刺的锥形或是火柱型刷具，是人造纤维毛，好整理好照顾，可以没有负担的用在试试化妆品上。比起质地粘稠的异状或者是比较硬的膏状，这样的刷型最适合的是流动性强、延展性强的液态，或者是追求轻薄妆效的膏状产品。使用的时候不要一下子沾太多，不然底妆会比较容易结块，也容易上得太厚，还会很快就让刷毛卡粉成一束一束，这种时候就没有办法刷出均匀的妆感，需要洗刷具了。另外针对毛孔处，因为这样的刷子一次上脸的分量不大，手势也会比较轻柔，所以不容易产生白芝麻。这种刷具的优点是不沾手，针对毛孔效果也不错，不容易产生白芝麻，反复堆叠也不容易破坏已经上脸的彩妆，色彩类的彩妆可以晕染的轻薄，清洁保养都容易。缺点就是只适合流动性延展性比较强的产品，上妆的速度较慢，比较耗时，拿来刷干粉类显色淡薄，晕染能力比动物毛弱。另外半边脸就用很有效率的海绵上给大家看，我自己觉得底妆最终的妆感还是比较受底妆产品本身影响，上妆工具带来的差异不会那么大，所以大家可以用自己觉得比较顺手的方式来上妆就好。整理完特性以后，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最推荐用这支刷子来上提亮或是打亮的黑眼圈液态遮瑕，也不是一定要液态，不过如果是膏状的质地就要比较滑，太黏太厚的话，这支的刷毛是没有办法带开刷得很均匀漂亮的。提亮的时候都很怕把底层上好的底妆或是校色遮瑕等等东西也推掉，这样前面就白遮了。用这支刷子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问题，如同前面提过的，因为它一次上脸的分量少且薄，手势又会比较轻，所以它不会容易推糊。因为本身刷型尖端比较窄，所以大部分人的眼头鼻梁之间也可以精准的刷到，只要记得手势放轻，尽量单一方向的轻刷轻扫就可以刷得均匀又漂亮了。如果有眼下三角区到鼻翼、法令纹等区域画不亮也画不蓬，或者是容易推得很糊的困扰，就真的很推荐入手这样的刷子来刷遮瑕的打亮色。然后04这支刷子大小也是很适合当眼下蜜粉刷，不过我觉得眼下蜜粉刷其实有很多动物毛有很不错的选择，沾粉量比较足，晕染能力也比较好，并没有非得挑这支不可的理由。如果是新手想要挑耐操便宜的眼下蜜粉刷，或是真的很敏感容易因为动物毛的弹性感觉到皮肤刺痒，也是可以考虑看看这一支。腮红一开始是用苏苦的紫色腮红液来示范，但其实这样清淡的色系不是很适合用来展示这支刷子的强项，所以后来又拍了一个版本，用的是 Skinfood 的蜜里红色唇甲霜。这是一款色彩蛮重的腮红，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最后的妆效，其实晕染的还是相当自然。沾取的时候只要稍微沾一点点，轻轻的，然后拍到脸上，动作也放轻，一边拍一边刷的晕开腮红，就可以完成很漂亮的自然妆效，也不容易破坏遮瑕好的底妆。所以如果觉得湿湿的腮红用起来很容易有色块感，或是不喜欢沾手的人，一定要尝试看看。日常的清洁或换色的时候，只要再用酒精喷在刷毛上面，然后用干净的布或是纸巾擦拭刷毛上残留的彩妆，尽量同一个方向，稍微干燥以后就可以了。天天用也大约需要一周以上才需要水洗吧，因为是人造毛的关系，所以清洁剂或酒精都不太会伤害刷毛，也不容易发霉，很方便照顾。最后稍微聊一下有用到的 H&M Dream Come True 这一盘眼影，是一个非常知性气质的裸色调眼影盘，不过因为现在好像不太好买了，所以就大概提一下这样的配色可以怎么使用。两个偏雾面的底色不用一起上眼，挑一个比较符合当天氛围的在眼窝大范围的打底，想要比较整洁稳重的感觉就选左下的灰褐色，想要温柔一点女人味一点就选右上的灰粉色。亮粉比较小的左上格用来叠擦点缀，其实它底色都不够透明服帖，没有很适合，
但当卧蚕打亮就很有效果，很亮，它的香槟金色调也很好的、啊。亮粉颗粒比较大的右下格底色就比较透明，很适合用来叠擦，粉质也不贵，太过粗糙。完妆以后压在上眼皮眼中，就可以轻易的完成带有水润感的眼妆。这样没有收敛色的眼影盘，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实用。不过就我而言，收敛色就是随便拿一颗或者是别的眼影盘惯用的颜色使用就好了。另外，喜欢清新妆感或是有点怕上妆后会凶的人，只需要这样子的眼影盘就可以完成眼妆。对于浅色或是清淡眼影盘不太确定怎么使用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的概念。